本愿山弥陀讲堂地址：台中县潭子乡嘉丰路35号，电话04-2539-5833、2539-5834。感恩十方大德的发心护持，邮政划拨账号22211781，户名蔡立志，是信愿。欢迎各寺院到场，礼请信愿法师前往弘法。诸位请合掌替我念：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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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世尊我一心，世尊我一心，归命尽十方，归命尽十方，不改功如来，不改功如来，愿生安乐国。请奉旨，阿弥陀佛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请奉旨，下晡祝大家今日持守八关斋戒，以及精进念佛一天的殊胜法门，今晚继续来向大家报告念佛离八苦。念佛离开人生百苦，念佛可以仰仗阿弥陀的慈悲愿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得无人生的生老病死痛苦，得无人生的求不得苦、患情会苦、爱别离苦、五阴炽盛苦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无有众苦，但求自乐。只有清净快乐，所以当然有智慧的人了解这个世间是苦海，但生出厌离心，明白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佛国，当然要升起心求心。所以面来看第三点，八乐与八苦。八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八种的快乐，八苦就是咱娑婆人间八种的痛苦。请看第一。莲花化身乐，这部地中莲花化身，这部十月太乐之成空，在人间有诞生之前生在母亲的肚中，经过十个月太乐的痛苦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投生，无经由这样的痛苦。当然咱在母亲肚中十个月所遭受的痛苦，咱早就已经袂记哩啊！啊，经常世尊讲啊，啊，母亲怀孕，母亲若食冰的物件，胎儿呢，就犹如伫寒冰地下的感受；母亲若食烧的物件，胎儿就犹如伫冷血地下的感受。所以啊，这样的苦，只要若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。都拢总无。第二，上好庄严乐，功德之心永无改变，即无形害，衰朽之恼苦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上好功德，拢参佛菩萨同款。佛菩萨三十二大忍相，咱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以佛菩萨同款三十二大忍相。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无有如人，所以诸位如众菩萨下面我要讲的话，你要静坐听。诸位如众菩萨特别爱好好啊念佛，因为阿弥陀佛第四十八愿特别发一条愿，叫做如人往生愿，特别度恁如众。这就是第三十五愿如人往生愿。所以只要你一生念佛不退，将来临终阿弥陀佛莲台来接引你。当你登上莲台，你就转入众生为大众佛相，
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参阿弥陀佛、参观世音菩萨、参大势至菩萨拢同款，三十二大人相，非常的庄严。安尼，如众菩萨怎样殊胜的利益，你买无？买。要安怎修行？念佛得，念佛你就会当得到。因为如众生参南众生做一个比较，如众生啊，皆真辛苦，也皆真痛苦。所以，信愿世界各国四处弘法，伫台湾、伫大陆、伫香港、伫澳门、伫马来西亚、伫美国，足济佛教道场，斗阵共修的信众啊，几乎八九成拢是女众，男众真少。对于咱今仔日清净寺注意在家菩萨里面，我看大多数拢是女众啊，男众真少，对不对啊？ Yeah. 因为女众感受到人生的苦较侪，所以知影苦，想要念佛修行，离开着生死大苦啊，唔要来做人受苦。这是有智慧的做法，所以女众合佛的因缘，在摩那时代特别殊胜。所以参阿弥陀佛特别有缘，所以女众菩萨爱甲阿弥陀佛感恩拍膊啊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上好庄严啊，殊胜快乐啊！这个身躯是功德之心，也就是法性心，也就是金刚那罗延心。永无改变，就是永远袂老，永远袂病，永远袂死。咱伫人间上无奈，就是有一天死神降临，咱无奈爱被死神召唤，失去掉宝贵的生命，对不对啊？这是对咱上无奈的代志。咱如果会当伫人间永远袂死，咱当然就不一定爱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可是有一天会死啊，而且咱唔知影咱家己什么时阵会死，对不对？对。知影家己什么时阵会死的人，请举手。你敢保证一定会活到明仔载吗？敢保证无？咱台湾本愿山弥陀讲堂有一个女众啊，曾经我修行了几啊年。是真的呢，真有心修行念佛的女众，参伊个婆婆、大家新妇两个人啊，斗阵了真好，足难得嘞啊！这女众呢是一个真好的新妇啊，做人真好，对大家呢真友好，经常来听经闻法、念佛修行。伊婆婆是安怎死的？你知无？恁知无？唔知哦，唔知我讲恁就知。伊婆婆呢，就是断开死的。早时呢，也参因新妇咧讲话呢，下晡时三点就死啊，无代无志去困，困死啊。暗时休困的时阵会死人未？困会死未？会啦。两三个月前，我伫台湾才做念两个，拢是连续困死的。哦，外口咧巴就是讲掉啦，哈、哦。所以，因倒落困的时阵，你敢保证明仔载一定爬起来无？唔敢保证啊。所以呢，我昨倒落困的时阵要听念佛机，哎。我才发觉我念佛机袂记哩炸，因为我一二十年来习惯了，就是倒落眠床要休困的时候，听念佛机的声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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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听念佛机咧为我助念，我咧观想，我得要死啊！
心愿，你得要死啊！你就是倒落，准备要一个倒一船倒落去，死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无要搁爬起来啊！啊，所以念佛机就是你甲咱助念嘛。所以迄个时阵呢，心念底念佛机念佛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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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天光醒起来，哎，无死，福气啦，继续念佛。啊，如果天光，哎，啊，我哪会伫西方叫世界啊？安尼就是早暝困时啊，半暝困时的时阵，阿弥陀来甲你接去西方叫世界。所以你天光目睭八金，你发觉是伫个人间，是伫个西方叫世界。安尼就是困时啊，直接困去甲西方叫世界做菩萨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吼。啊，恁若住伫咱清净寺的在家菩萨，若要困时，倒转去恁家困时哦，吼、哦。啊，无你踮清净寺困时，人会惊。过去有一个老菩萨，去打佛七，咱清净寺捌办佛七无？咱清净寺捌举办佛七无？办吼。以后我台湾的工程若起好，靠时间甲大陆来方法，以后有机会我再来为您办佛七，好唔好？啊，有一间伫个佛七啊，有一个老菩萨足精进念佛嘞。除了嘞，一天七支香一定进入大殿念佛以外，休困时间拢无咧讲话啊。虔诚佛祖关咧一直念佛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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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啊，因为精进了过头，暗顿不但无食，而且嘛无爱洗身躯。啊，因为热人无洗身躯，自然伊身上就愈来愈味啊。啊，所以那伫咧闹火的时阵啊，大家拢无爱行伫个边啊。嗯，伊都无洗身躯，身躯呢有臭味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大家拢离远远。但是这老菩萨啊，足精进念佛呢，规工就是一直念佛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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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哎，伫咧打佛七的时阵呢，竟然坐咧参大家斗阵念佛的时阵，念个放生去啊！佛七呢结束的时阵，大家拢爬起来要回向嘞，准备要结束啊。这个老菩萨竟然无爬起来啊！边仔的人唔知影伊念佛念到往生去啊，就甲伊叫啊，老菩萨啦，佛七结束啊，结果伊无起来啊，大家怎啊阁继续为伊做念？念甲这个老菩萨，伊佛七七天拢无洗身躯，所以身躯有味啊。大家呢唔敢坐伫边啊，但是伊往生了后，大家搁念佛啊，竟然发生不可思议的事象，就是伊身躯不但无臭味，而且一直散发出香味啊，非常奥妙。结果，大家原本是嫌伊身躯有臭味，现在闻到伊身躯有香味，大家都挂起啊！为的要爱伊的真正的万一，为的要爱伊的海清，为的要爱伊身躯的衫，因为连海清、连万一、连身躯的衫，拢发出香味，有舒畅无？非常的舒畅啊！所以伫咧打佛七的时阵，冇可能念佛念到往生啊！佮再来讲一个实例，
台湾大中呢，有一位老菩萨呢，听经听到往生，所以反正恁听我讲经的，听到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这老菩萨非常虔诚，唔捌字，啊，但是呢，听到李炳南老居士呢讲净土法门啊，虽然呢听无伊所讲的话语。因里面老居士是山东济南人，这老菩萨是台湾人，台湾人年纪较大的老菩萨一定讲台湾话，就是福建话啊。里面老居士是山东人，讲国语的，所以啊，这老菩萨听无，听无，搁逐节课去听，照虔诚。李炳南老居士呢，在台湾的台中莲社呢，每礼拜三暗时一定讲经，数十年来不断。这老菩萨发心给李炳南老居士呢洗衫、煮饭，扶持李炳南老居士，可以无后顾之忧，专心的讲经弘法。所以，这老菩萨虽然伊听经，听无，但是知影念佛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平常时足少讲话，都是一挂佛珠，一句佛号，认真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结果呢，伫个有一届的拜三圆圆，听里边的老居士呢讲经，听煞，大家呢起来啊。伊啊，想起来要休困啊！这个老菩萨还阁惦惦坐伫伊啊，目睭开开，人以为伊是困去啊，唔是啊！伊听经听到往生，人家叫的时阵，伊都无反应啊，往生啊！所以啊，里边的老居士参所有听经的信众啊，大家呢为伊念佛，这位老菩萨。挥发之后，写出来舍利子，偌济你知无？千外粒，一千外粒的舍利子，五彩十色的舍利子真济，其中有一粒真大粒的舍利子，青翠色的，晶莹剔透，青翠颜色的舍利子。非常像观世音菩萨的圣像，这粒真大粒青翠色晶莹剔透的舍利子啊，那个形象就亲像观世音菩萨像啊，非常不可思议。一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诸位菩萨，你有想要亲像这位老菩萨听经念佛，这么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？有。好好听经，好好念佛，好唔好？确实净土法门是咱无量时代凡夫众生可以同心成就的法门。第三，自在清台乐清净之心，应离痛烦，即无四大不调之病苦。念佛众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得到身心清台自在快乐啊！因为往生西方之后，参阿弥陀同款的无为发性心，未破病，未老。今年正愿甲众宝南宣寺正成老和尚的道场啊，宣扬净土大师法义。下课的时阵啊，有一位老菩萨，年纪84岁啊，来我面头前我讲。请愿师，你给我加持一下，我正脚这只脚吼，肿甲亲像面骨啊嘞，足痛苦的。啊，我讲老菩萨，你几岁了？我84岁了。84岁有病苦，这真正常啊。我48岁我都有病苦了，你84岁哪会无病苦？我自囡仔吼。就经常破病，因为我囡仔唔捌事的时阵，杀业做了真重，所以啊，
我进入三宝门中出家修行，我足认真用功修行，逐天看经册，弘法利生啊，引导人来迈向西方极乐世界，自然化他，改归净土。所以，当报能够轻受。我今仔的时阵啊，也得过讲金句啊，金句恁知无？金龟子恁知影无？你唔知哦，一杯金菇你唔知哦，知啦哦，啊，哦，叶德哥伫树上的金菇甲拱落来，啊，然后用迄个沿线做一台奥托拜，啊，金菇迄个脚架压断，甲插伫个迄沿线做奥托拜，啊，互伊徛，我就是因为做这种事业，所以啊。一生多病，因此啊，咱来戒杀、放生、吃菜、念佛，咱才会呢吉祥如意、健康长寿。这是因缘果报。诸位菩萨，也无吃菜的人请举手，也伫咧吃鱼、吃肉的人请举手。你唔敢举手哦？啊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问，已经有吃菜的人请举手。哦，真济啊！咱各家举手，人拍破个赞叹吼。今仔日我倒转来，咱清净寺弘法利生为大家举办百官斋戒，咱明仔载要办放生，爱多戒杀放生，食菜，爱护一切众生的性命，食人半斤爱行几两。八两，吃人半斤来行八两，对不对？唔对，因为你无算利息啊，利息佫算落哦，唔那八两咧，啊，所以戒杀放生、吃菜念佛，你才吉祥平安如意光明。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学习阿弥陀的慈悲，怜悯着众生，尊重众生。生存的权利，一只狗仔，一只鸭仔，一尾鱼啊，伊拢有生存的权利，唔好呢，甲伊杀害。因为一只鸭仔、狗仔，有可能是你过去生的父母，有可能无？当然有可能啊。释尊在《梵网经》呢讲。一切众生，男子该是五福，女子该是五妙，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而出。所以，一切众生，男众是咱的老爸，女众是咱的老母，所以天下间就是一家人，所以要爱护一切众生的性命，爱奉献，爱戒杀，对食菜开始练习做起，不食鱼食肉，食鱼食肉。食伤济，身躯较酸性，较容易老，面上较有撩痕，而且酸性的体质是慢病的根源。过去我伫台湾捌关怀一个女将，这女将啊年纪无大，当时呢40多岁而已，治着淋癌。我去关怀的时阵，鼓励认真念佛食菜，念佛伊会接受。吃菜伊袂接受，伊甲我讲：“信愿师，我老一顿无吃饱哦，我都讲袂掉。”我讲：“吼、哦，你遐尼爱吃饱，学佛的人更爱怜悯众生，袂使参众生结恶缘。你吃伊的肉，伊就克你的骨。哎，将来要报仇的时阵，你就受苦受难，而且。”鱼鱼肉肉吃伤济，将来临终就容易业障现前。可是呢，无论如何，伊就是无法度接受吃菜，所以伊病况愈来愈重，为着要治好灵感，对台湾的台中、甲大陆来求医啊，嘛是无救。结果啊，伊得要死伫。台中的荣总病院啊，
要死的时阵，伊的小妹拍电话给我，秀文书，秀文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你进来，进来。那对不起的，知影我有咧讲发生作孽，你赶紧拍电话给我。我拄啊呢，啊，刚经煞，暗时呢九点半过，我赶紧呢，赶紧甲送家，因为啊，这个临终者伫个病院啊，得要断气啊，赶紧办出院，要送倒转去厝啊，送倒转去厝诶，准备单去办丧事啊。哎，我比这个呢临终者较早到因家啊。因兜伫个呢公寓的五楼，因为台湾人济所在下，所以足济公寓，公寓咧真下啊，无像大陆土地遐尼宽，所在真开阔。啊，倒等于甲因兜救护车也无兼一个护士小姐来斗三工，干那救护车司机一个人啊，啊送出病院就断开啊。伫中途就断开啊，所以救护车送倒倒转来到厝的时阵，救护车的声音就安尼响啊，无依无依无依，就是无依，唔才送倒来啊。恁这救护车是不是这种声？哦，对啦，哈、哦、哈、哦。啊，怎么无依送倒来吼、哦？已经死啊嘞！爱救护车司机吼，讲法师，你来甲斗三工扛死人。我做法师，我就爱共斗三工扛死人，因为参我去做念的拢是老菩萨啊。老菩萨咧爬楼梯就足辛苦的，要斗扛死人也搁较困难。啊，伫台湾有一句话，伫恁遮唔知安尼讲袂讲，恁哪会较重咧死人啊？这句话恁遮有安尼讲无？有哦，谁来讲安尼呢？就是因为人死啊吼，特别重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拢建议注意，尽量卖食伤大颗，知无？啊，无这么死吼、哦，反正你爱啊，后壁用光吼、哦，安伤大颗人光无法哩。啊，我因为常常咧共做念，拢会甲商家灌上咧。到处理亡者的遗体，吼、哦！迄亡者若生了大颗佮大汉，真重。迄阵我就感受讲，哦，真正有影，较重的死人，哈哈哈！死人真重嘞。哎，伊到佮住伫个五楼，啊，电层要塞入去电梯内底，电梯呢，只六人份呢，塞袂入去啊。啊，所以就要到更死人，对一楼一直更更更更起呢，到五楼啊。所以啊，我甲咱台湾本元山弥陀讲堂的朋友讲，恁以后吼、哦，若要买厝，也要租厝吼、哦，上好租一楼。较袂吼，若伫个五楼吼，更死人更起到五楼，足辛苦的，足忝的咧。因为拢有这个经验啊，所以啦，甲大家讲出来，这经验谈啦。所以一定爱食菜，知唔知？哎、你无食人的肉，人都袂找你报仇，你就无障碍。食菜，而且这个身体嘛较健康，哦，而且较无任何的这个毛病产生。啊，而且呢，食菜。皮肤嘛较水，啊，而且身体较健康，安尼食菜好唔好？所以无食菜的人，今仔日倒转去食菜，好唔好？好吼，好，继续看第四点：寿命无量乐，以佛同寿，不生不灭，即无数代分离之四苦。这点上好，倒转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永远未死。所以。西方叫世界，实际上，大家咱这种会死的人念佛求生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到了临终特别死啊，拢非常的痛苦、流乱，内心错综复杂的情绪，内心呢是千秋万结。
有一个老菩萨在要死啊，因为看念伊个乖孙伫美国读册，无倒转来看伊最后一面。伊个后生有信佛，亲近我修行，所以后生请我去探望伊个妈妈。伊个妈妈住伫病院啊，已经非常严重啊。我去到病院甲看个时阵，伊比迄个呢下塘内底下水呢，讲遐有一尾鱼啊。我讲无啊，无啊，迄个种现象啊，伊看会到，咱看袂到。啊，我的病床内射一尾蛇来啊，我看麦无啊，哪有蛇？无蛇，伊有看到蛇，我无看到蛇，所以伊一直惊。哦，来，老菩萨，咱来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哎，念差不多半点钟。伊心就较静落来，我讲啊，你病床涂骹也够蛇，无啊，无蛇。安尼念佛有效无？都继续念佛，念两点钟也未死，佮继续念佛，佮念两点钟也未死。我对下仔一直甲念，念甲下昏，念要几工咯？我就甲伊个后生讲，你妈妈有挂碍。甲伊念佛念一天啊，咱已经真忝啊，伊也未死。伊一定咧心中会挂碍，什么代志伊上挂碍，你知无？伊讲吼，可能咧挂碍吼，伫美国读册迄个乖孙啊。我咧讲，伊吼无命啦，啊，但是都也未断开。我看吼，唔忙。和医生急救，加增加伊个痛苦，先办出院，倒转来厝个认真念佛，伫混合宁静安详个观音之中，予伊断开，自自在在，随阿弥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哎，伊后生呢，接受我建议，所以办出院，倒转去。我原本认为讲倒转去个厝个，家己熟悉环境，应该呢。真紧就断开，啥知啊？倒转去，佮念佛念两三点钟，咧奔风，就是也袂死。嘿，这老菩萨实在非常的执着，我才想出一个方法，拍电话，伫个电话中叫伊伫美国迄个乖孙，甲伊阿嬷讲几句啊话，阿嬷。虽然呢，我袂当倒转去看你最后一面，不过呢，我念伊特别坐飞机赶倒转去啊，所以呢，你好好啊念阿弥陀，对阿弥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做菩萨啊，我有你这位菩萨阿妈，我感觉真光荣。阿妈，你放下万念，一心念佛，哦，我马上坐飞机赶倒去看你，安尼电话挂掉。各位，这个老菩萨念佛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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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是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要放下对不对啊？放下。死亡对一般人来讲是上痛苦的，这叫做亲情，依依难舍。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无这种死亡分离的痛苦。下面继续看第五，所求如意乐，依是随念不加执着，即无所求不得苦。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在清净的西方佛国做菩萨，唔免上班。唔免做工课，今仔日恁爱上班无？唔免哦，今仔日拜因，啊恁爱很济人唔免上班，恁是拢下岗啊？吼，是毋是拢退休啊？啊无，今仔日恁爱免上班，若免上班，老收入就袂歹啦吼。啊，可是若无上班，无收入，生活袂得过。当然就真歹啊！
倒转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年365天，逐天拢免上班。啊，免上班，倒有通啊食，有通啊穿呢？你一定会讲，哪有可能？有。在《无量寿经》，世尊甲人讲的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殊依得依，殊实得实，这是阿弥陀48大愿第38愿，依佛随念愿。你伫清净西方极乐世界，想要穿什么衫裤，动一个念头，自然伫虚空中，衫裤就飞来穿伫你的身躯，真下殊，佫唔免用彩虹定做。啊，你伫西方极乐世界食饭，嘛足自在，亲像咱人间食饭真麻烦。今仔日咱办八关斋戒。中昼咧食饭，有受戒人就拍便当伫大厅食饭，无受戒人就落去下面啊餐厅食饭。食饭食饱，爱阁洗碗洗地，对唔对？足麻烦的啊！煮一顿饭有可能一两点钟，甚至两三点钟。恁女众菩萨啦，逐天伫咧煮三顿，有辛苦无？有当啊，菜哪干咧？去菜市啊，都唔知道要买啥物菜啊，非常的伤脑筋。而且通常啦，食饭饱，拢是一家之户伫咧勤菜买，菜买勤勤咧，佮洗碗洗地，真麻烦。食饱了后，经过消化，也爱佮大小便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敢若食饭，想要食什么饭，要食什么菜，动一个念头，所有的山珍海味自然出现在你的面头前。用的碗碟是金碗玉碟，而且呢，心念一动，你想要食的物件都已经食到腹肚底啊，意以为食，用意念在食饭。实在非常不可思议，食伤多嘛未感觉真饱。在咱人间，食饭若食伤过饱，嘛真艰苦啊！伤枵嘛艰苦，伤饱嘛艰苦，对不对啊？而且大小便的代志足麻烦的，所以往生倒转去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敢若食饭穿衫就足自在，也免上班，免趁钱，免付出，也就是免自作。靠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变现，得当过了真如意的日子。诸位菩萨，安尼你有要倒转去无？未人请拍福啊！第六点，海众相助乐，清净海众定为亲友，即无恩爱别离苦。在人间有恩爱别离痛苦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以佛菩萨生活道定。每一个佛菩萨拢是真慈悲啊，所以无任何分离的痛苦啊。第七，上生机会乐，诸众善念互相爱敬，即无万情回无苦。往生到等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以佛菩萨诸众善念机会到定啊，大家互相尊重，生活非常快乐。在人间啊。因为人与人之间有的是结恶缘，如果在过去生结恶缘，今生相遇就会互相受害、冤家甚至相拍。翁仔某的信号，兄弟仔为着遗产相告，兄弟仔为着遗产啊相拍，会啊袂？会。爸仔囝嘛有当啊，为着钱呢，啊，大家拆破面。我伫台湾看到电视媒体报道，有一个做囝儿的人，为着要无害父亲诈领保险金来花用，竟然啊联合着伊的阿叔来陷害伊的老爸。先甲伊个老爸呢投保即个保险，保真济钱，
然后啊，才慢慢将伊个老爸呢毒杀，诈领呢这个死亡保险的理赔金花用啊。你看，这么下劣的人，这家里的竟然将老爸毒害死亡。注意了，看光景就发觉，威廉夫人跟贫婆沙罗王过去生产伊的家里啊。阿夏舍太子是结恶的，阿夏舍太子是伫山顶伫咧修行的五通仙人。威廉夫人呢，参贫婆沙罗王年纪大来无子嗣，无太子来继承王位，所以派人将这个五通仙人抬死，来投身伫皇宫做太子，就是后来阿夏舍太子。阿夏舍太子中大仙人受到提婆达多的所属啊，将父王贫婆沙罗王关伫七重牢阁，将母后韦提夫人关伫皇宫内院，杀父害母，这是人伦的悲剧啊！过去生爸阿囝、母阿囝是结杀生的恶业，所以一生受辱啊，互相受害。贫婆沙罗王最后被伊个囝儿阿夏舍太子啊，活活甲伊呢关伫七重牢阁枵死。所以咱念佛人爱参一切人啊结善缘，啊若无修福，就互相苦恼。念佛人生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无遮痛苦个代志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佛菩萨拢是慈悲，咱众人有烦恼。在清净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无恶缘，使烦恼起现现，所以当然无去待在人间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对不对？最后第八，心心即净乐，心上清净，心行即净，即无五阴炽盛苦。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无五阴烦恼痛苦，因为心心清净啊。咱是生命叫做清净事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要恢复内心自性清净。愈认真念佛，梦想当然就愈少，清净心就愈正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咱现在将念念佛的打梦想，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无有打梦想起现行的代志发生，就恢复自性清净心。参阿弥陀同款，下面请看第四点，释迦大师在法事前所开始的法语：释迦如来大慈悲应现三宝度有缘，有缘遍满三千界，随机是我断贪嗔，总观厌处人天乐，无上八苦非修人，念佛上经度罪障，诸佛要加护念心。这段话语就是说，念佛上经可以消除掉生死罪业，生死大罪消灭了，当然就无人生的百苦。第五段文是释迦大师开始的话语，这段话语并非在法事前，是在释迦大师的传记内底记载。渐渐皆培好法，看看行步良将，加了金玉满堂，难免衰残老病，临入千般快乐，无常终是倒来，唯有经路修行，但念阿弥陀佛。渐渐皆变好法，是形容人愈来愈老啊，老来头毛特别啊，亲像好的头毛，好的头毛是白。啊，亲像鸡仔皮啊！注意，老菩萨，你的头毛是不是愈来愈白？对不对？你的皮肤愈来愈撩粉，对不对啊？当然，所以年纪大来，当然病苦啊较侪。看看幸福两种，就是老来行路，无亲像少年人健步如飞啊。
走路就较袂方便，甚至有诶袂行，残废啊，有诶脚酸手软啊，风湿症、关节炎啊，啊，走路无方便，就爱用拐仔拄啊。到了金玉满堂，难免衰残老病。众人的荣华富贵，金玉满堂，嘛是年纪会慢慢啊老，啊会破病，有一天就会死亡。临入天班，快乐无常，终是倒来。众人在人间有天班的快乐，有一天无常，拢一定会倒来。所以，释迦大师教导咱唯有经路修行，经路就是。真的真平坦的小路，念南无阿弥陀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简单容易。这条解脱生死的菩提路，叫做净路。净路修行，就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释迦大师教导咱，单念阿弥陀佛。释迦大师是唐朝初年时代啦，在唐记记载，释迦大师是阿弥陀佛示现。解了不可以作书，所以现在大师所开始的法语，大家咱信受。最后第六点呢，是不忘歌。为何要以这首不忘歌参大家勉励？因为现代人拢真无闲，为人无闲事业，为人无闲家业，为的人呢无闲其他。你无论安怎无闲，都一定爱念佛，因为有一天死亡啊，相应。当死亡啊，继续在六道内底轮回，后出世众人的庆幸，搁来人间出世做人，又搁爱无闲一世人，水菩萨，你要无？要无？无爱啊！什么人愿意要过一世人又一世人？忙碌的生活，所以各安怎无闲的人，都爱抽出时间来念佛。注意，咱年纪较大的老菩萨啊，心愿鼓励大家好好念佛，好好安尼将心安住伫阿弥陀的圣号，一心专念。恁若住伫清净寺的在家菩萨，更爱认真念佛，因为日头落山，天已经要暗了。现在日头都落山啊，所以天色慢慢暗落来。也就是一个人，甲咱老来，犹如日头落山，所剩的时间无济啊。老来若阁唔念佛修行，要等待当时才念佛修行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首《不忘歌》对咱真好的启示。哎，我读一遍，让大家对照一下。地公本不忘，偏说不得闲。二十四小时不是床上眠，三餐费三时又用地参分，宿舍大小便总费一时间，出门去应酬，回家对车站，至少两小时也怕有旧电，新冠四五岁，二是水不完，强化十六时。风过大半天，所剩八时内，未必事真烦。念佛半小时，翻水到淡面，请看古来人，几个七十人，莫把生死苦撇在脑后边，真正做技术，要紧万万千，劝君发明性，速尽九品莲。一天二十四点钟，来上班八点钟，休困八点钟，佮加上饮茶、食薰、大小便，佮出门应酬呢，佮参加清灌浊含淡呢，剩无几点钟可以念佛修行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，心愿鼓励大家，尤其是注意在家菩萨，一定要逐天做早课。逐天做暗课，啊，应不改变，安尼道也较容易成就。一天所剩时间也无济，你阁无要好好啊用功，那将来无常一来，
啊，当然都非常危险嘛。过来能够活到七十岁都无济啊，所以呢，要将生死的代志呢，放伫个脑后边啊，啊，自己上重要代志啊，一定要好好啊面对。上重要代志是啥物？念佛解脱生死啊，所以劝君发明心，速净究品念。速净究品念就是赶紧念佛，念佛就是正下究品念台啊。你只要好好念佛，自然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念品啊，将来临终阿弥陀佛就持着你念佛所感召的念台。来迎接你回归西方极乐世界，成菩萨，好唔好？好，好，时间到，向诸位报告者，祝大家一生妙果，往生西方，南无阿弥陀佛。